好了，我们有菜地要开门了。哇，我们来煮菜菜了。饺子皮擀一擀，擀平了以后，然后再把饺子馅包进去，包起来，包起来，变成一个饺子了。那你们啊，不是真的吃啦，爸爸妈妈这样说，好不好吃？那换你做一个。啊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二三，好，反正反正，哇，是披萨！你可以帮妹妹拿一片披萨吗？可以，哦，辣椒，好辣椒，加辣椒，加。好，那给妹妹吃披萨，妹妹安安安呢？两片，安安安安安安。请问你今年几岁？要放几根蜡烛？大力一点，帮哥哥吹蜡烛，快点！妹妹也帮哥哥吹，快点！再一次，一二三，吹蜡烛。